开饭喽！挖糕啊，煎那小鱼儿，酸菜汤，这儿呢，灵魂，烤辣椒，看什么情况？这为啥蒸发糕啊？家人们一点不烫，妹子把这个面发稀了，贴大饼贴不住。正巧那时候说，就算说一顿，分两次啊。辣东西面是辣，是吗？上次涮锅剩那点羊肉搁这，味道更来是吧？嗯。嗯，啥头发？这才头发啊！纯纯农村菜儿。嗯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来个一个，咸鱼饼吧，蚂蚁肠的咸鱼，我知道，怎么咬的？慢慢撕啊。这玩意就搁这盐，啥都没有。都酥了啊！行，再见。还是来鱼，这是昨天剩的，是剩菜，知道没有？嗯。这是咱们家原先原先还有这点的，嗯，这好，这还好，刚开的。妈有没有就是小时候蒸的发糕那块酸的东西是吧？发到熟了。一下勾起来小时候的回忆，他小时候没有用，呵呵，喝回头上。小子，你这那么能吃，就是这玩意儿。我是挺好吃，是不是这样吃？你鸡蛋饼那么吃，一般年龄还不能吃。吃大饼我就拉嗓子，还来啥？吃出两个字了。乐吃嘛你就吃，那乐吃啊，那心想多吃。难了不？只有多吃嘛，身体才好。你说是不是？你吃饭都吃不进，那太好吃了。哎，后边一段没咋烤好是吧？嗯。行啊，这么着吧，辣的溜就好，酸就溜了。今天我还得多研究这些呢，这多点够了，这不就有点干面长着了，多研究。二弟，嗯，今天我研究，尝尝我研究的咸菜啥滋味。你就是研究咸菜，嗯，行，把基本上总体一个配方。